七月啊，普渡月，咱真侪庄头啊，看伊过去着四季景，拢着着常常开始普渡工课。最主要希望讲咱七月伫外口的遮啊，先贤、风云会使呢啊，食饱啊，伫金纸啊，互咱的宝贝，咱遮进出啊，员工咱进出啊来请讲的乡亲，拢会使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哦。啊，这嘛是依照咱过去的这个规范啊，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祭拜，啊，看到咱这个员工，大家呢啊发心。 啊，买着应该去传来物件，啊，会使讲哦，物件嘛真澎湃。啊，希望讲啊，咱在乡下底下一百滴金纸，更加保庇大家拢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啦。信赞中原普渡文殊，生前养育慈德，孝思全，名家共平衡。京剧《中华民国台湾省彰化县》。 彰化县彰化市南，今日嫡主县长王惠梅，前辈盛宴，路过先贤好兄弟，无主无一孤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最近礼貌，谢谢。